蓝队，女生呢是由李佳薇开始。李佳薇呢在先前个人的最佳成绩是27分，三支箭分别是10分、9分、8分，但曾经射出过10分箭。再来是雷爱梅，她也是第一次在射箭比赛亮相，是蔡昌宪一样。而且爱美呢是苦练型的选手啊，她在练习的时候呢都会一直抓着教练不放，她不练到自己满意的成绩是不愿意离开的哦。而且我觉得她的那个头发颜色真就很像那个精灵神射手，旁边还有两条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她都是混血。魔戒里面的精灵神射手，哇，10分，10分，爱美很优秀。哇，那现在是喜赛登场啦，他也是射出过满靶，是10分，满靶3支10分箭。也就是说，在之前的比赛，新提的记录29分，马上就被喜赛破了。喜赛给破了，对，喜赛也是我们的记录保持者，这个应该是有10分哦，10分，哇，10分箭，没有落亏啊，我们的射箭女孩喜赛啊。3个人25分，就是大概是8到9之间。对。哇，佳薇这一箭也是蛮准的，9分箭。9分。刚刚爱美在上一箭射出了10分箭，希望她可以延续她的手感跟手气。一箭是9分，所以喜菜他只要射出7分就赢。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射箭女孩喜菜来说呢，应该他想要拿到的是10分。对，喜菜上一次是10分箭。对。10分箭，射出来是10分箭。10分箭。